主料：南瓜150克，韭菜100克，糯米等200克。辅料：藏桂花、白糖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准备好食材。南瓜洗净切块，南瓜隔水蒸熟，用调羹碾成泥，边搅拌边添加糯米粉，直至揉成团，搓成小团。小锅水开，放下南瓜团圆，中火煮至团圆浮上来。待南瓜团圆浮出水面，加酒酿煮开，放些白糖煮开，加适量糖桂花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每次可以多做些，放冰箱冷冻，吃时拿出，非常方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